希望同学把生死看淡，把生死抓在自己手上，不是在阎王手上，在我自己手上，想去就去，想留就留。好啊，面对大众同学，一同念佛求生净土，每天不缺功课，娑婆苦，又何必要留念？你对于娑婆留念，所以你才怕死；对娑婆不留念，不怕了，快快乐乐，把这一句佛号念好。阿弥陀佛，决定的戒引，一个都不会漏掉。信心决定一切，这个重要。大家身体比我好，要用功，要努力，要看到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欢迎我，我们见到无限的欢喜，一生的愿望总算是圆满了。活在这个世界，活一天干一天，活两天干两天，往生极乐世界同学会跟着阿弥陀佛一同来接引，所以帮助同学助念功德很大。我去接他，他也来接我，绝不落空，绝不是假的。